各位学员，今麦开始上课吼，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大家同心，大家学员，牛仔。今日足欢喜来甲大家吼分享我足侪年来吼诶网络诶一个心得吼。咱。我讲课之前哦，我习惯性拢会甲咱的大日本帝国天皇，咱知影嘛吼，咱是永久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臣民吼。今日要讲的题目吼是重新定位。大日本帝国皇军南京事件的调查报告，吼、哦，我是研究心得的分享人，我叫温承志，温承志，吼、哦。来啊，即下就咱来上课之前，我做一个简单的调查，吼、哦。听有台语的请举一下手者，系，好好，谢谢。啊，听有北京语的，请举手者。哦，咱差不多吼、哦。啊，安尼今仔日我就。母语吼，加这个北京语，互相吼会当的，我就尽量难的讲安尼吼，好好谢谢。啊，咱今仔开始吼、哦、来讲今仔的课程。这区域吼，这区域就是大日本帝国大东亚共荣圈列大日本帝国活动的这个所有吼，迄、哦、历史的部分。大东亚共荣圈，大日本帝国皇军，哦，维和负责的区域范围，这边其实大家拢了解吼，拢熟悉嘛，好，但是今嘛，现在，哦，我们看到的日本自卫厅的那个太阳旗颜色是不一样的，哦，因为那时候迄时阵呢，大日本皇军伊是。负责的是维和任务，那参像这样美军，吼、哦，这样世界任何一个所在，只要有战乱，还是陷入这个国家战乱无边境的时阵，这维和部队就负责一个足重要的一个任务，吼、哦，就是甲伊个内乱、甲所有的叛变的来做一个维持秩序的一个维持秩序，然后一个重点责任。我相信这。这边这个相片，这张相片、哦、我相信很多人都没看过、哦。我们看得出来，这个背的是大日本帝国皇军，他在维和任务的时候，在整个维和在中国境内维和任务的时候，背着的是上面是中国的阿嬷、哦，中国的阿嬷，你看很放心的、很轻松的表情，很轻松的啊，好这个，好、哦。日本皇军来个爱，因为时阵咱知影嘛，实际世界拢战乱，枪声不断。咱看下这缅甸吼，伊这墓碑有写啥？中国无名战士之墓，甲今日是咱大日本帝国的皇军，吼。咱了爱就知影讲，大日本帝国皇军，伊所遵守的是国际法、甲战争法，完全遵守。伊尊重战争中伤亡的每一个人。好、哦，等一下我们慢慢都会看得到。啊，这个就是大日本帝国皇军他所展现的固有的风范，有礼而且遵守规矩。在战乱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建筑物倒塌，好、哦、像中国，他们当初他们的各地方，相信都可以看得到孙中山的铜像，好、哦，他在那个南军的日本皇军哦，就是把那个孙中山铜像掉下去的铜像哦倒塌了，他把青天白日的旗子把它过。盖在上面，这表示一种尊重。好、哦，那我们也看到
那个时候的小孩子，还有所有民众生活水准，还有生活背景，你看他们都穿开裆裤，穿开裆裤，所以只要外面的衣服只要稍微不小心拉破，都是布质的嘛，拢薄的衫，小夸旧者就破去啊，唔是咱讲像咱怎样讲穿的衫是耐弄的，就耐啊安怎旧，拢会破，啊以前小夸旧的布拢会破，哦，开裆裤有没有？哦。大人嘛是同款，请注意南京事件发生的时间：公元1937年12月13日。即天气温是安怎？是毋是足冷的？落雪嘛有可能嘛吼，一定落雪。穿啥物衫？厚厚的衫嘛。时空背景。大本帝国是根据1922年华盛顿海军条约负责米平亚洲战乱的维和任务。当时中国合法的政府是南京的汪兆铭政府，哦，制造内乱战端的则是蒋介石叛乱组织。1937年8月9日发生支那事变，是一个起头，哦。蒋介石拥有日本黑龙会背景的支持，所带领的中国武装强匪组织，就是所谓他带领的军队，也是历来闻名于中国各地。刚刚听到就蒋介石的军队来，甲伊行到尾下来跟走。哦，蒋介石听到大日本皇军即将进入南京城维和行动后，就在1937年12月7日脱逃。南京事件发生的时间，12月13日是结束，哦，军事行动整个结束，脱逃，而且采取无理的攻击行为，是对那个在南京城，还包括城外的大日本帝国皇军采取无理的攻击，就类似说没有任何宣战的行动，然后就到处乱开枪，甚至伤及无辜，平民老百姓全部。连小孩子都会伤到，他随便都乱开枪，然后嫁祸给大日本帝国皇军，哦，留下唐生智，哦，他是其中一个将领，与中国督战队在南京城内做最后的三光作为，人了了了，钱抢了了，哦，厝甲破坏崩掉，搁甲烧掉，叫三光，因讲的烧杀掳掠。因讲是大日本帝国皇军做的，其实是因家己做的，吼，哦。咱慢慢来研究一下，吼，哦。大日本帝国皇军的作为，一头啊，咱看的是12月13日，1937年12月13日是所有这个南京事件争端的一个结束的日子是12月13日，吼，哦。啊，一提早之前，大日本皇军吼，哦，有叫镇江犯，有做劝降的动作，吼，哦。1937年12月9日，包围南京城，并在中午的中岛哦，向蒋匪武装集团劝降。哦，12月7日，啊，伊是12月17日就落跑啊。哦，1937年12月7日，劝降无效，大日本皇军依镇江法执行军事活动。总攻击啊！总攻击行动开始，就是12月10日中午开始。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恢复和平，由大日本皇军全面军事占领维和。他军事占领是维持和平状态，不是在那边烧杀掳掠哦。哦，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讲到这个华盛顿海军条约哈，1922年2月6日。主要的国家是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还有日本。我们发现这五个国家里面，唯一的亚洲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大日本帝国，欸，哎，非常不简单哈，哦。它是关于哈，哦，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重要内容是：第一个，限制海军军备；第二个，东亚和太平洋，这都是重要的一些条文哈，哦。第三点，尤其是。九个国家，那九个国家就是刚刚讲的哦，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加这主要国家，再加上其他四个，比利时、荷兰、葡萄牙，还有中国。
好、哦，第三点是九个国家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就因为这一点，所以大日本帝国在亚洲负有非常沉重的一个维持和平秩序的任务还有责任。哦，它目的是在防止列强掠夺、争夺远东及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海军军备竞赛。那这个华盛顿海军公约哈、哦，各位学员，你可以在我们的官网哈、哦，台湾民政府官方网站，我们要上网站的时候要看官方网站，请你一定要记得哈、哦，如果记得中文的话，哦，咱就爱记得哈、哦，台湾民政府官方网站，这每一个一定要拍掉，才是正港的哦。你若讲他头前的，可能拢是其他有诶无，迄种有问题啦，吼、哦。咱官方网站有秘书长吼林志森博士在《台湾战争史回顾》209篇里面吼，各位好玩，你等下当请伊做了解啊。我上课则得简单做一个哦提示安尼吼，内容有详尽解说吼、哦。南京事件的期间是否有国际记者进入？有啊。1937年12月13号当天，一共有120名来自世界各国的摄影师、报社记者、杂志社记者进城。哦，后续再慢慢说明哦。他那时候蒋介石的武装强匪集团当时的一个应战态度，就是第一个，向国际组织福报伤亡数字，其伤亡统计法等于死亡加受伤哦，刚一个人受伤哦。受伤是受伤几啊届嘛，四一届嘛。哎，受伤吼，比如讲啊，即摆受伤，伊嘛算入去，无一定走走的，走路跌倒，还是甚至讲啊，无意中意外，伊嘛甲算在内底。所以数字不断不断吼增加，增加的总共之下，就是全世界看这数字，哇，那啊济，但日本帝国皇军那会较粗残吼，啊，伫咧南京城做啊济，安尼。惨无人道的一挂代志，会去用误解吼，变成累积计算人数夸大中国伤亡数字，借由此政治手段时，大日本帝国皇军的维和行动遭到国际谴责跟反对。第二点吼，中国军人混机就是混在那个平民人群中哦，搞破坏、偷袭，负责维和大日本帝国皇军哦，这。这上深的体会就是美国在伊拉克、搁阿富汗在维和行动的时阵，军队在路的在行，车在行搭的时阵，就会无意中会去一挂类似就是讲游击队吼、哦，无端啊加开枪攻击，啊因都咪安尼，啊伊中国的这匪徒吼，伊、哦、就是咪在内底藏在内底啊枪。六八成的衫，吼、哦，甚至讲加啊穿伊军人的衫，六个内底，然后吼，伊衫内底掺武器，啊，代表帝国皇军就无啥种，大家拢民众嘛，啊，伊就手榴弹摕出来就爆炸，啊，就枪压起来弹，所以为什么后续遮个所有的，为啥伊这背章吼，为啥南京城内底咱会当看到讲遮个民众吼，倒手柄咧？手骨头的部分，遮吼手背的部分，为啥会挂一个日之丸的一个背章？因为迄是一种良民证，像识别证啦。吼、哦，我在遮上课，我有一个识别证。吼、哦，你讲啊，这家己人，这安全的。吼、哦，这类似就是安尼一个判断方式啦。吼、哦，啊，运用中国媒体反复刊登伪造的假相片，中国官方对马贼处以斩首的情形示众。照片，这马贼不是今嘛这个马先生吼，拍摄马贼，伊是吼当初伫中国骑马，吼啊穿牙乌白单，叛乱组织因拢统称叫做马贼吼，运用骑兵组织机动力进行战斗的盗匪集团，张作霖就是马贼，佮另外一个叫做马占山，张作霖伊是为马贼来出身的，哦，等于嘛是背景嘛是无好啦。中国军守城部队临阵脱逃时，无顾民众死活，封锁出城道路，造成大量平民
拥挤践踏而死的照片。因为啥？伊咧紧张，为啥会紧张到去打着？伊毋是无原因的哦。因为中国的督战队伫后壁开枪，逼你走。咱早头早人讲的，我头下提示讲，因为是因的态度就是讲，伊早日本皇军要去卖啊，物件拢该抢了了，人掠了了，啊，少年的掠去做兵，吼、哦，掠去做兵啊，厝搬袂走嘛，烧掉。啊，人伊就逼伊走，就是等于讲伊卖留任何一个人，和日本皇军去做当地。运用神山制造一个假象，予大家误解讲啊，这台湾皇军入南京城是强盗来遮暴行的，所以因拢叫做称呼大日本帝国皇军叫啥日寇，本身伊就是对这维和部队，因本身因的心态就是安尼，甲当作讲啊，你是来侵略，唔是来维和行动，吼。更恶劣的是将屠杀日本侨民、妇女、儿童的通州事件。通州事件，在中国通州事件伊是吼，当初咱迄个日本的侨民，在中国，吼啊，迄个妇女儿童，通州事件即发生即代志，一定要造成，因为中国人去甲日本人做屠杀，尤其是蒋介石这帮人。当初伫中国就是安尼做，吼、哦，甲日本的侨民儿童的通州事件的相片嘛起来栽赃，讲的是南京大屠杀，家己做的，佮讲别人做的，吼、哦。美国籍的支那人张纯儒假造大量的伪证照片，这個、人出足侪资的，全世界奉上，伊是其中一个宣传的人物，吼、哦。1937年12月，中国地底下的南京城，大小当装30万人嘛，迄拢病出啊！而且因管理有问题，因无可能装啊侪，无一个系统管理嘛。咱知影咱第一本帝国伫台湾有创造一个叫做户籍系统，咱会当讲去户政事务所申请户籍誊本，是谁建立的？是大清帝国吗？唔是哦，是第一本帝国。1895年开始，伊来接到台湾了后，开始实证，实证了6月17号嘛，吼、哦，开始也着，甲所有咱台湾的所有的人做一个户口登记，所有的拢调查过，包括你的族群啥，拢该写清清楚楚，用毛笔写，写足清楚。所以大家在申请身份证的时阵，为什么要求讲爱去户政事务所？去申请户籍誊本，而且是第一本帝国时代，因为非常清楚嘛。啊，有咱为这户籍誊本就知影讲，第一本帝国皇军伊伫个即个管理这下吼，杂物方面非常有系统吼。啊，咱来看这個南京城吼，伊这个南京城为中华门甲这个扬子江畔吼，南北行点半钟就到啊，吼。啊，为东边的中山门行到西边的汉中门吼，用行一点钟就到，所以敢有大？无大，无大，吼、哦。南京事件的内容简述：南京中山路一带有中国便衣兵，渐渐个便衣兵的啦，拢无穿制服，啊穿白色的衫，乌白趴呢吼，窜逃进入南京安全区。人数大约5000到6000名。日本皇军鹿儿岛的45团军，包含中队长80名士兵，在新河镇战死。中国军蒋介石留下3000多具尸体绕跑的。哦，日本皇军下令禁止在紫金山炮击。为什么？为什么禁止在紫金山炮击？哎，健康，哎，学员讲对啊吼，孙中山的墓伫内底，哎，尊敬人的迄个国父啊吼，中国的国父吼，啊，迄个，所以讲哦，伊紫金山也无炮击，迄是毋是制高点？军事行动内底迄制高点足重要，变讲伊必须爱开足济功夫吼，来占领这制高点。20万的南京市民无代志。跟随着日本皇军金泽
的第七团进入南京的安全区吼。啊，伊当初这个上重要一个日本皇军的领导吼是松井大将，伊命令伫安全区所有的出口设立哨卡，毋是南京市民，包括一寡有诶无诶来路不明的人，袂当入去哦。吼，拢有严格观察。伊十三天内底查出逃入安全区的中国便衣兵，十四天内底就找着吼。按照这战争时代的国际法规定哦，未符合下列规定之武装者，得立即处死。第一个，必须整齐穿戴军装军帽；第二个，必须有司令统帅；第三个，必须有军纪；第四个，必须公开持有武器或兵器。咱为只恐何知吼？中国便衣兵有符合这条件吗？无嘛吼。为何大日本皇军搜索的结果，中国便衣兵在搜查期间对日本皇军实施伏击，没有做俘虏的资格吼？等于讲在战争的行动内底无照按规矩来，战争往往有战争法咯，爱一定爱照规矩来，吼爱选择，啊战争的行动之前，你一定爱考劝对方爱导航，导航了期限到几点几分，我们要做总攻击啊！在困难的当下，我那爱照战争法甲对方讲，哦，来啊！十四天期限已经到达，在安全区查出250个人，全是中国士兵、军官，全部跑掉了，留下士官跟阿兵哥，有可能无？因为敢有责任？无啊，绕跑，怕输招赢，哦，搜出巷战机枪跟手枪。然后大日本皇军在14天的搜查之中，非常足忝的，所以第15天的时阵休困一下，吼。第16天搁搜查被查出的士兵，还搁有哦，1200人哦，人在内底哦，全数枪毙。这是第二批，吼，这第一批250个，第二批1200个，全部枪毙，全大多数为中国广东兵。广东人讲话有一个腔有无？伊甲南京城的人的腔口敢有共款？无共哦。所以，甲问一下，甲小听就知影讲，这毋是当地人，南地内底一定有问题。哦，暂时国际法规定严禁便衣兵的存在。好、哦，那他有讲一下。这简单讲起来，重点就是严禁便衣兵的存在。1937年12月14号，第三次查出便衣兵约2000名，枪毙吗？没有哦，第三次就没有了，全数被送进大日本帝国皇军的俘虏收容所，而且受伤的甲顾好，吼、哦，无饭食的，好食，甲收容伫遐，而且生活甲足快乐，过唱歌了听，吼、哦，后壁。有投影片，咱来慢慢看吼，迄种有相片。吼、哦，在松井大将严令下，安全区没有火灾，没有枪击，也没有爆炸声，20万市民平安。这是谁讲的？国际委员会的委员长德国人拉贝他记录了哦。20万市民在1938年1月14号人口达到25万啊，南京大屠杀那的人几啊多？20万啊，加。甲1938年的正月14，25万，人愈来愈多。吼、哦，隐藏各处的难民重建和平，归回大日本国皇军维和的南京城。中国战区代表何应钦在军事报告中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的这一个假事情。哦，那在大日本帝国这一边，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这边的代表人物是冈村宁次。所以我们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双方的那个中国战区的太平洋战区的代表两，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哈，这两个人的名字。中国说打了几天，这场仗只打了5天，这个就是因为影片国商的内底内容，我甲抓出来哈，伊讲只打了5天，事实是12月初到中岛，拍到12月13。咱小算看卖，敢有5天？无、哦，
无五工。南京事件后的国际联盟，国际联盟迄就是咱即马联合国的前身，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后组织起来，全世界的一个联盟组织，吼、哦，叫做国际联盟。国际联盟因为即届影响，吼、哦，全伊咧翕出来相片，乌白翕乌白乱讲，变大家拢想，哎、欸，改成是安尼哦，相信了后变啊反日援蒋。1937年8月第八次大会，1938年1月美国、欸、英国、法国、苏俄跟那个中国抗议，却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的事情。我头讲的支那哦，不是咱歧视伊啊，因为有人带头开始使用哦，咱看，这人熟悉吧？对，他都伫遐，在日本帝国皇军用青天白日旗，甲扛起来迄个先生嘛吼，在紫金山迄、那个，嗯，咱看哦、喔，伊只写啥？驻巴拿马为收运河之利也，今有驻支那革命，蹈暴虐之政府者，则一举而三散，具备议和哦，支那。下底街啊，好、哦，好，咱看一下影片一下哈。这讲白贼的中国捏造的证明 ，The fact of naked Nanking liar Chinese。In terms of the war on terror, who do you think should be the next country to invade? Saudi Arabia. Somebody in the Middle East. We'll make a big glass crater out of the fucking Middle East, for all I care. I'm thinking Italy. Italy? Mm-hmm. Cuba. Cuba? Yeah. Iran. Iran? Why is that? I think there's a revolution going on pretty soon. Russia, China. India and Pakistan. Indonesia, Brazil. Korea. Korea? Sure. Yeah, why do you say that? They're trouble. They're trouble? Yep, okay. What's trouble about them?That's your attitude. Canada. Sri Lanka. Right here. Ah. Which countries are in the axis of evil? This 标题大家就知哦，美国。City of Shanghai on a September day in 1937. This, the fearful beginning of a new kind of war. This, the first mass bombing from the air of a helpless civilian population. Why? Why are these innocent Chinese men, women, children,to die beneath the hail of Japanese bombs? To find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we must first understand something about China and Japan. And to understand China, three facts must never be forgotten. China is history. China is land. China is...east of Shanghai. Reorganizing rapidly, they then launched a coordinated drive on Nanking. 这动作吼，台本台本皇军入去中国维和行动的一个路线。This column then split and continued its drive, hoping to cut off any possible retreat of the Chinese armies defending Nanking.
Meantime, at Nanking, Chinese armies valiantly defended their city, which was the capital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哇，投降劝告，然后看到在伊个车告投降劝告。蒋介石在伊个车去绕跑，朝中国兵绕跑，在伊个车站。下晡一点吼，开始讲为啥？影片裡面有說到唐生智齁，Japanese soldiers went berserk. They raped and tortured. They killed and butchered. 你看这影片哦，哪底？这拢经典画面，敢是安尼？咱昨有上过迄个潘又谦、潘又元个哦逻辑，咱就思考一下，是安尼吗？看到敢是安尼？Women, children. Hajime. 咱看下伊迄个。咧画口令的迄、那个，迄字也无甲清楚，无像日本人。你看下字也无啊，吼、哦，迄当后壁拢会做刷的。这是中国兵啊。伊个配音的、哦。那不是讲日本话吗？看下清楚哦，搁报一枪，那叫声音的作风，中国兵啊吼。同款是中国，中国人才中国人。好啊，咱看下吼。哎，海生，麻烦一下。好，咱来看一下迄个影片内底。有看到吼，先互你看全部，然后甲你分析后壁有做假的部分，而且阁袂少。南京大屠杀是国共两党捏造的共犯吗？应该是说，是中国国民党捏造，中国共产党附和。他附和的时间是在邓小平执政之后才开始大量的来宣传南京大屠杀、哦、他为的是抹黑大人民帝国皇军进行大东洋共荣圈的进度，就是维和嘛、哦、华盛顿海军公约，拖慢大东亚全面步入近代化。啊，这位是全世界、哦、咱所知的落后地区的其中之一、哦、
另外大家清查大个所在，食食无好，住住无好，文化水准拢无悬，吼，拢穿开裆裤啊。这张相片哦，大日本帝国皇军跟中国民众同行，恁小看者。这张哦，中国方面讲这是掠查某人、妇人人去做慰安妇啊，吼、哦。伊这是首先公开的时间是伫咧1937年的11月七十，吼、哦。七十啊，伫迄个《朝日新闻》报纸公开的，啊，伊就是发生之前，南京事件发生之前公开的相片吼。请注意图片的这个女主吼，伊手有物件，有锁链后，手铐，甲白锁啊，有铐脚链无？至少颔棍无看有绑物件，吼、哦，身骨也无白锁啊，安尼，够笑容呢。这上明显，喙齿拢走出来，白白的喙齿啊，欢喜个，吼、哦，啊这表情非常轻松，安尼有形象加持哦，无形嘛吼、哦。中国报道，中国籍美。中国裔美国籍政治宣传作家，他有共鬼张纯儒刊载的日本军南京大屠杀照片，有著名的著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这基本书啊，对，来对代表的相片就是他一张哈、哦。这伊面顶写啥？伊讲这张相片是内底日本军哈强行带走俘虏，准备掠去强迫哈以及毒杀，但是。真相是，这张相片是伫《朝日新闻》1937年11月7日所刊载的相片，伫南京事件之前的发生的一个相片啊，吼。当时中国的这个妇人人吼做产的嘛吼，农妇农作物工作完成后，日本军保护着中国农妇安全回到他们自己的住处。请注意看照片上的日本皇军的枪口朝上。朝上，好、哦，朝上是这样子。一般加持枪什么样？好、哦，阿、啊、亮看迄个日本军枪口朝上，农村人民的表情带着轻松的表情哈、哦。哦，枪口拢向面顶，枪口朝上，笑高。嗯，哦，微笑。嗯，这是。要抓去当慰安妇吗？这张相片更加惨，吼、哦！囡仔等伫遮绑架呢，哎，讲这是日本大屠杀，绑架呢，啊，囡仔嘛无会把放伊耍的对啊，吼、哦？是吗？你看，人出来啊，这不是我做的哦，这是为影片来底抓出来。当初我头有讲过。南京城当时有120名的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报社、杂志社的记者拢伫内底，所以翕的这拢是人翕落来，影片翕，共款拢有翕出来吼。帮助中国国民党伪造照片的共犯王小婷，中国裔美国籍的摄影师，伪造南京大屠杀证据，伪造照片其中的一个，就是他，这个吼，这个相片吼。这个小孩子是在这个位置所拍摄哦，也相片的名叫做支那娃娃，哈、哦、，A Chinese baby, a melon, 哦，公开于1937年10月4日《美国生活杂志》，流传于全世界，洗脑无数的美国人，是美国人由支持日本到反对日本的导火线。他咱看嘿，《The Battle of China》，伊讲为什么？我们要战争，美国有讲，因为南京的事件，1,360,000人浏览阅读《生活杂志》，1,360,000的人看这张相片，会向影响无？会哦。捏造南京大屠杀的影响后果，
这台湾共轨哈，后果不堪设想，影响到亚洲西化，危害层面广大。哦，这回握手就他嘛，蒋介石。因来台湾嘛，无同款，用一步的啊，为着政权，甲你骗，甲你抹黑，吼、哦，互你听伊的话，用武力。谁是王小婷？拍摄支那娃娃照片流布，污蔑大日本军，看他和蒋介石的关系，这个，这个叫王小婷啊，哦，美国籍，美国公民，美国公民啊，哦，跟蒋介石的关系，伫遮。这个王小婷，蒋介石在这，不知道在欢喜啥，我不知道。刚刚那个支那娃娃的场景哦，在这部片里面，《The Battle of China》，24分07秒到24分10秒，哦，大家有闲去 YouTube 去看这张吼，哎，这是内底所有的吼，你来看麦，一个十波的，第一无啊，因阿兄在这，这个囡仔的阿兄在这。好、哦，阿囡仔伫遮，阿样甲抱，啊变安尼，好、哦，阿、啊、相片我翕出来，啊第一本红军落海啊，准备拍乌顶，较大张的大家看较清楚吼、都已经被踢爆是捏造剪接的影片，支那官方还大拉拉的贴公开制作影片，3分07秒还在捏造哦，看谁在说谎。这影片哦，国商，那用看得到，中国费心机制造国商影片，就是让大家对他们惊事件严重误解误解。哎，定位就是像安尼啊，吼、哦，安来监视台本帝国皇军，吼、哦，你看麦，吼、哦，中国的受伤兵甲迄个日本的看护兵，就哇挂背章，伊这毋是日之丸哦，伊这实质的哦，吼、哦，国际拢有规定，你义护兵背章一定要有挂一个红十字，迄叫做义护兵。南京占领7天后，1937年12月20号，由特派员哈画报1938年1月27号刊出来的照片哈、哦，日本军跟支那的负伤兵，好、哦、，OK， 我困头卡无，打让我眠床够棉被甲盖掉诶，啊，安心养伤，安、啊、有牙签无？无。哦，那个请背章，这叫良民证的辨别啊，像识别证安尼，吼、哦，拢挂掉的。怀疑哦，这是1937年10月17日日平日，南京市民为日本皇军受到粮食加分怀疑加，吼、哦，日本皇军分配日之丸的背章，和南京市民则是为了区分伪装的南京市民的中国便衣兵。好、哦，用来做证明之用，将这些备章跟物资全被分配给当时的南京市民。好、哦，现在内容物，好、哦，1938年1月11号发行。啊，看下无？够紧张，人挤人，无啊，足轻松的卖面吼。开讲。那囡仔耍长物啊，玩具，哎，参囡仔耍做伙，哎，看个无啊，我知。战乱结束了吼，日本军吼、哦、保护位于洪洞宫行出来的南京女性，公共防空壕，吼、哦，行出来轻松，有牙签吗？无看有牙签甲比啊，大家拢轻松，面表情嘛轻松。无紧张啊！啊，紧张出口敢是安尼？唔是嘛？买物件啊，买物件。1938年2月1号，
诶，夹头章诶吼。回到和平的南京，星期天，星期天咱早是教会吼上重要日子吼，啊唱诗歌，吼1937年10月21日，美俏的南京，由美国圣公会的教牧师教导支那人基督徒唱诗歌的样子，好。在南京市内底，日本军运用着当地人吼运送粮食的规定。1938年10月20日，日本军当时分配粮食予南京市民，在南京无一个人枵死，而且伊雇佣的人拢有领钱，毋是做白工的吼。在南京支那事变照片全集第二章吼，内底都有啊。好，手脚炸伤断掉支那兵战俘。后壁看护伊的时候，医护兵甲顾着的，大家拢崩，脚拢断去啊！吼、哦，1938年初春，南京市事件之后的过年节，吼、哦，伫卫生队唱歌老叫，吼、哦，他有讲啊，纪贤呐，吼，啊，这弹的本品啊，这咱拢熟悉哦，吼、哦，纪贤啊。被释放归回乡里前，支那战俘脸上笑容的照片，哦，1939年8月5日刊载出来，释放啊，要等下因出故乡啊，哦，这个叫刘启雄，刘启雄，中国国民党的少将，哦，他潜入南京安全区后被日本军抓到啊，然后日本皇军雇用着做劳力的工作。港官五领钱，你做白工吼。见到日本皇军所许多人道的作为，与中国国民党作为大不相同，为之感动。后来加入南京政府，架杠来建户吼。啊，做南京政府的军长，这是1938年的正月初一。南京占领了后，在南京附近手牵着刺青红少尉的中国小孩，你囡仔上兵干嘛？你若派人来，共都来，会去甲砍无？紧走！囡仔拢未伪装啦，足直接的。你好人，我就甲你好，吼、哦，甲你牵手，用欢喜甲当作你就是我的朋友，才会甲你牵手啊，吼、哦，当作朋友才会牵手。分配这個南京市民粮食甲糖仔的日本兵，吼、哦，一片祥和。今仔传染病，搁打疫苗呢，吼、哦，好，足清楚啦。日本的医护兵在打疫苗，啊，这可能目睭有淡薄仔问题，帮伊抹，啊，这听筒哦。占领的第七天，1937年12月20日，哦，啊，迄个1938年的正月十九过年吼，看出来，本堂啊，12月20日，1937年，吼，正月27日过年，1938年，吼，搁救助的，家己有钱，啊，看遐个。中国难民在内底安尼，可能无啊多生活，无钱，啊，加减淡薄啊烧天啦吼。1937年12月27日吼，南京占领14天了后，1938年的正月27日，手中挥舞的日之丸和中国的五色旗，庆祝南京自治政府的南京市民。1938年的1月3日。你要看下一条一条的，迄就是当初中国的国旗啊！好，一条一条，啊，日之丸，好，中国国旗甲日之丸，那个翕相也袂惊，佮莫过来我抢镜头嘞！好，1937年12月15日拍摄南京安全区占领的第二天。
这拢一挂迄个网络上看得到的影片吼。南京陷落时，当时的珍贵影像由大日本陆军省公布的六段吼。咱遐看一下迄个影片吼，迄个第三段。这应该有足熟悉的哦。中国人来台湾了，直接引用啊，用的每一个学校，咧迄个阅兵式嘛，就用这个音乐，吼、气氛就很祥和的。ここに驚くべくまた感じべきことは、こういうふうに優しき大和なでしこの手厚い看護を受けながらも。将兵諸君は例外なく一日も早く全快して原隊復帰再び第一線に立つことを熱望しているのでありますさらば原隊復帰の命令下りや当人は近畿弱や周囲はまたこれを先望すること甚だしいのであります諸君が数ある現状者あるいは内地お買いになった方が非常に多いにかかわらずまた元のような元気な健康体に変えられまして現代復帰されますことを心から国民のためにあるいは国家のためにお祝いいたしますまずお礼申し上げます台生麻烦一下下一段第四个这就是南京安全区齁、哦南京安全区的收容所住满了人都多摸
ようやくにしてカンカン狩りの脅迫観念から逃れ、特製の日照旗ではありますが、これを立てて日本兵と危機として親しむことができたのであります。見よ、これらの人々、これらの子供たち、もとより我らの勇士はこの人々と戦ったのではありません。いや、むしろこの人々には勇士たちもおそらくと河川工事をやっております。徹底的投下管制理にありました南京明るくするがために、これは急を要する仕事です。市中の道路に取り散らばされてありまする塹壕を埋める、すなわち道路の補給、迄就是角落吼，坎坎崎崎所在，紧去甲补补的，补平，做复原的动作吼、啊，倒在路下尾，赶快阿救。移动出来啊、これを見て勇士たちの顔にも思わず会心の笑いが浮かびます。日軍の至るところ和平実現されるという抗日ポスターに代わる親日ポスター。台真麻烦一下下一段谢谢。他们现在都在做那个灾后重建的工作，好、哦。这就是一般军事行动的占领军应该爱有的一挂动作，拢完全照战争法来做处理吼。这就是吼、哦，一挂救助的物资，吼、哦，陆陆续续入来这个南京城，吼、哦，拢为东京来的。咱大家看会到迄面顶也写东京，吼、哦，东京。十一月就做好啊，这种救助的物资。这在做啥？马吉嘛吼，你看看会到，今嘛嘛是有人咧表演啊。你直播的时候，未来日本台有时候咧，嘛有人咧表演啊。今嘛唔在有。
中本格です。まさに餅屋は餅屋の産かもしれません。面白いのはこれが東京式ののし餅でなく、いちいちちぎって丸める方法で。台上我们看下一段。やたらにお供えばかり製造。旧国都市に廃墟所核のポスターが貼られます。すなわちこの感覚さえ持っていれば十分の保護を受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大日本陆军省伊翕这个影片就是要做存证，吼、哦，因为日本宣布投降了，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吼、哦，国际迄个军事法庭对大日本帝国的判决非常不公平，吼、哦，因为咱当下看，全部都反日援蒋，所以基本上安怎讲拢讲袂赢人，咱拢有这个存证，吼、哦，希望有一天会当重新来审理。南京事件，还大日本皇军一个清白。好、哦。南極省には生命、年齢等は元よりといたしまして、もっとも。这就是登记啊。登记。これさえもらえばもう安心という様子が皆の顔に見えた。以前因咧询问咧询问那个态度很平和，也没有大吼大叫，还是对人家态度不好，完全看得清楚。哦。自動調節機は一本の竹でありました。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管制哨，非常严格哈、哦，很多人一起站，一起辨别，人再多，他们都一个人负责看一个，好、哦。这得让他看诶，好、哦。你看我在火书嘛，哈。後方の病院へ送られていくのであります。はい、谢谢。咱头仔影片看完了吼，咱继续。好，这种看过啊。啊，头前诶，就请大家学员哦，等于 YouTube 再搁找影片来看卖啊，哈。啊，那曾经新闻，古生一九，一九九，哦，被捏造成慰安妇，哦 ，OK， 负责维和，咱只好看迄个逻辑判断嘛。大日本帝国甲美国是敌人，吼、哦、啊！美国甲大日本帝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安尼嘛，啊！美国甲中华民国是同盟关系，就是中华民国迄、那个青天白日是代表蒋介石的迄个代表，唔是汪精卫哦。青天白日是代表蒋介石，吼、哦！南京政府唔是用迄个机啊，吼、哦！敌对关系，啊！伊为做南京事件，互大家，尤其是本土台湾人，吼、哦，咱本来就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臣民，吼、哦，啊！因来就是希望咱当初一开始效忠大日本帝国迄个
态度甲精神来转变，变来万分台湾帝国，伊就是要甲恁洗脑嘛，伪造啊，想办法甲你伪造嘛，啊，互你了解啊，迄个南京大屠杀烧杀如的，我不会甲伊讲讲，会有即种的错觉，吼，这种错觉开始就是咱台湾帝国所有臣民对金上陛下对今仔的皇帝吼，台湾帝国皇帝效忠的一个危机。咱若无效忠，咱就永远台湾，咱的台湾就永远伫个政治人啊，对，吼。这影片拢其实拢看会到吼，那个寒天的穿灯啊，这叫南京大屠杀，隆冬的南京穿那么少。哎，短裤扎啦，七分裤吧吼，哎呀，佮穿个，哎，等于哪穿内衫去啊吼，哎呀，隆冬的南京，日照的角度跟影子也看不出来吼，看得出来就是，那是热天的相片，给它伪造。这里，他咱无看，砰砰，两个倒落嘛。Clear, they are not Japanese soldiers.Who are they? Also same Chinese, 同款是中国人。因此上 ，Chinese， 这就是意思是讲中国共产党 Party 的党嘛，哦。规个涂骹，卡车片后壁，白条的，哎。着军装持枪的是党军，安怎看不行？合成用来合成来伪造南京事件，太尴尬了吧？好、哦，这影片来看哈，无要紧。因讲日军在占领南京城后六周内屠杀了约300,000支那人。在支那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墙壁上刻大大的遇难数字是300,000。登基之后，安尼大家去中国去看迄个，啊，就变去洗脑去啊。伊就是为着，迄中国国民党甲共产党是为着因家己的政治目的，散布甲虚构。伊就是为着伊个政治目的，才会把这个事件扩大。无安啊，无一只个代志嘛是乌白做，好、哦、欺骗社会，欺骗世界。第一，日本皇军占领南京个前站嘛吼。因为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对南京的居民犯下诸多抢劫、强奸、斑斑劣迹，增恶支那军队南京市民兴高采烈欢迎日军的到来，派代志做军啊，雄雄看到较和平和谐的一个军队以外，大家嘛欢喜加足自然的，迄毋是造作的，咱看迄表情，咱知拢足自然欢呼嘛吼，入声。南京市民夹道欢迎皇军入城。这样看过来哈。人口增加到250,000。回到南京过着宁静生活做买卖，并对日军士兵微笑的照片啊。您呢，南京战役，中国士兵丢掉军服逃亡，杀死中国老百姓，换上老百姓的服装，乔装的假做南京当地的居民，所以后来第十四天、十六天，发现较侪中国便衣兵，吼、哦，第一批，搁去用台枪毙，迄是原因呢？迄就是照战时的国际法来做执行，
吼，迄毋是大屠杀。吼，中国变异病伊也存在的定义讲制造不确定的危险因子。吼，你啊维和啊，雄雄军队伫遐徛咧，啊向大清，伊是维持和平嘛？结果无代表就向大清，都变个一个危险的一个背景啊，所以一定爱把这些危险因子拔除掉。这是战争的时阵，吼，双方军事行动的时阵爱做的一个行动，吼。南京市民回来，人口增加，一个屠杀城市会有人会回去吗？哦，谎言啊，污名化，来操控民族主义，凶手在这里。哦，这大家都讲过了。好，暗藏手榴弹武器，从背后偷袭，诈降啊，变装假的老百姓。开战前不到30几万，一年半18个月后，增加为50多万，人愈来愈多。渔民教育让他淡逆上哦。两个月就变25万，良民证，哎呀，放炮啊！正讲的吼，你要看这肩章，很整齐的穿着，有绑腿，这个不是穿短。这是绑腿哦，事实胜于伪造哈。理发厅呢，看过了哈。什么状况哦？阿嬷放心，哎呀，有啥感受？大家就想一下哦。伊这哦有问题啊！哦，基本上就这样。这大家知影的成年人家己看，因为我唔知影在场有未成年哦。哦，这几部是多，伊讲台107个。讲实的吼，这是984军刀，昭和13年1938年8月配发的刀，怎么会出现在1937年11月底？过年1938年的8月才分的哦，伊也无迄落提早分的，拢照规矩来的，会出现伫1937年11月底，讲伊这支武士刀起来做南京大屠杀，这是明年的呢。明年的刀子怎么会跑到前一年来杀人？那98军刀啊，哦，你看下 DA 无啊？内底搁啥？搁中国军队小帽盖伫内底啊，外口揢日本皇军的钢盔扣起来戴，哦，伪装，徛伫遐翕一张相，讲这南京大屠杀。你看下钢盔内底有小帽，你一看就知啊。1937年，南京日本军领自己立则式站起来，吼、哦，伊下骹的领子是下则式，哦，日军那是规个拢挺立的，规个颔棍拢包掉的，吼、哦，足清楚的，吼、哦，1938年，哎、yeah, ，那两个所在，吼、哦，那后来再搁改变的。赶快弄卡嘞！哦，38年6月1号之前的军服 ，Mark 在左右两肩踩立则式；6月1号之后踩下则式，别在领子上。
伊本来伫遮嘛，啊变伫个暗军遮吼，军队吼，小看者，伊本军，吼，有，足清楚诶吼，小看者，而且伊个钢盔内底绝对无小帽，吼，直接戴钢盔，里面不戴小帽的，迄规定诶。贤院公春人王1902年8月3号出生。好，就介绍一下。这图足奇怪哦，颔棍涂黑，啊目睭安尼，去用针头针嘴开开，啊嘴奈咪咪。也足奇怪，被宣传日本海军士兵斩首中国人，但是穿的不像持刀男子那种。被斩首人头发很短，人类头很重，怎么一手提得起来？还会被涂黑，然后肌肉松弛，会大大张开嘴巴，人会紧缩，合成照片啊！你看我嘴哦，哎呀，还要挡还有一手诶。平头啊，还没要干，颔棍要乌乌。哦，这嘛有问题。这个，拢唔是同一张相片的人，因为目睭拢看头前。这个看头前者，哦，啊，你个看个，影拢唔对啊。为安尼，影子有的这里，有的这里，方向都不对啊。太阳它会分地方吗？分人说啊，这个人我给他照这边，那个人我给他照那边，哎呀、啊，影子有没有？都不一样啊。右边的人身高变很大，左边两个像小人国哦，你看到没有？最右边那个明显笑，写真呐、啊，他不是看斩首，反射动作有违常理啊。那么斩头前目睭会直接看这，刚才看头前。捏造的吼，通州大屠杀被拿去捏造，也用谣言来走乱吼。你不要在讲，这吼，迄拢唔对啊，那有可能立起来？这机是用画。甲二八手法同款啊！这拢日本、中国兵台，这拢是日本的囡仔吼，做啥了啥啦？这足奇怪吼、哦，这受害者是日本人。啊！即、这个、日本的迄个医生甲做医治，来做验尸，结果甲这张相片起来做南京大屠杀，均为日本侨民。这个、死者叫做西条八太郎，28岁，住大阪府大阪市此花区。好、哦，要验尸报告。这索马哈。下半身被烧毁，验尸啊！哈，你看，刚修干呢。日本女性，西条八太郎的亲属，在转播中验伤报告哈，有脱，因为要看。死后所为，日本大使馆。叫中国军过来处理掉吼，哦，去用人的墓啊，日本侨民的墓坟墓，中国北伐军去人迫害，伤亡数字都不一样呀。好、
左边士兵的帽子跟穿着是支那兵。你看还无啊？搁清查，好不好？好。配武士刀不是配军，不是军刀，哈、哦。也没有从左肩到右也要皮刀的穿着，根本不是日本兵。稍对一下知哈。注重武士道，日本军人建立中国文明战史者的灵位，十分尊重。好，好，义兄。各位好玩。